我要告诉大家是为什么会这样穿呢？因为小时候妈妈就教我们说，出去如果会冷的时候，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心脏这一块嘛，喉咙吧，喉咙这边这边脖子，心瓜库拉，心瓜库拉一定是心脏这里，就是你这边暖的时候，你整个血液循环会好嘛。然后第二听到是手脚，哎，就是所以这边暖了之后，第二个要顾到就是脚底。你上下都暖，你全身的循环就会好。说真的，保暖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把后面这边，所以你看这多好。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站出来讲，第一件事情，我现在穿这个，这边这一块都顾到了，然后我后面这里也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再来我的脚也顾到了，就是整个暖了。万一我不是穿这个的时候，我还有这个单品，那你热的时候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就脱掉，尤其这个对你真是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一一告诉你。对，那个还可以像阿公一样围在腰。想不到的时候，我儿子小时候发冷，有没有绑在肚子上给他睡觉？不是啊，这个就是万一我如果不是像穿这样冷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套着嘛。哇，你里面没穿哦？对啊，这样很舒服的。哇，然后再这样一样是。我看不懂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件脱掉只示范？对啊，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热的时候，外面这件不脱掉吗？我当然脱掉了，我是说不是穿这件。你要脱啊？我听不懂啊，我忘了带里面那一件。哦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再搭一圈嘛，对，搭一圈下来一样是有那样子围着的，没有，我是说如果不是穿这件的时候，就像那个老师刚那样子拉会有层次的，你还可以把它往两侧再拉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在那个对不好拉，现在就不拉。然后这个我要讲的是，为什么我说真力是对你非常好？因为有布灵吗？不用，布灵布灵是那个其次装饰，像这种东西。把它折起来，不冷的时候我们拿掉。生过小孩，对不对？怀孕的过程可能脊椎都有伤到，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哦，可以腰用。这真的只有妈妈会想到，哎，真的，我还没想到，哎，就我不是妈妈了。尤其你啊，在火锅店那么的辛苦，这个腰椎得顾。我以后不坐的，不小心打个盹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当个毯子，也挺舒服的。来，老师，请举牌，一二三。啊，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拿反了？请稍微再低头看一下你们两位的牌子。不是啦，我们刚才有说，最好是春夏秋冬 mix 在一起。对啊，但你的都很秋冬啊，你都是冬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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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形啦，对，好，那我透过了一般姐姐们，就是为了怕避免身形看起来扩张，最喜欢的就是黑色，对对，透过了黑色，那么在穿黑色的时候，我千万避免就是全黑，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打扮里面，因为因应季节，虽然是黑色。外面这件呢，它是这种薄的针织衫，前短后长，好看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针织衫都在袖子上面会去做束袖的作用，所以你看它的袖子其实是束的，平常在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往上拉，拉到你过了你的手肘，然后再把它微微的折下来。你就会觉得精神度挺度就增加很多，然后呢，你看它的长度前短后长旁边还开高叉，对呀，所以可以把你里面不管是裤子或者是裙子的线条跟比例都拉出来，就不会觉得很沉闷。然后呢，我们搭配上的是一条金属光泽的百褶裙，是哦，对，金属光泽其实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入手，赶快趁打折赶快去买一件，因为它到春天都能穿。虽然说上身是黑的，但是因为金属的光泽感，你会觉得它有重点。然后刚才佑南他手上的那一串珠珠，戴在他手上的时候，你并不会去注意到它，没有，但它其实是佛珠。哦，我帮他放到项链上，哦，这样很时尚啊！对啊，
塞，刚是在手上，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这种大面积的这种黑超，黑墨镜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姐姐好时尚，好时尚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些时候，真的是姐姐，有些时候。如果说姐姐，你总不能进去室内还带着嘛？就姐姐把这个挂在，哇塞，哇还有这个，对，就这样挂着。这件高领其实它是无袖的，对，它是背心，它是背心。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里面最里面那一件一定要这种。再来就是领子要挑选宽一点的，因为哦，如果说你要春夏秋冬都能够拿来搭，太贴的高领。其实第一，如果万一你热，会扎。对。第二，春天的时候，其实脖子看起来很高领，就觉得好热。没错。对，那个季节性就不对，所以这种有点松的这种高领比较适合，然后拿上一个比较可爱的小包包。对，我会建议。穿这样子的样子，不要拿大包包。如果你平常，你今天是必须要拿大包包的，我会建议你要有轮子，不是长裙换成裤子。哦，长裙换裤子要利用。对，比如说牛仔长裙，配上黑色也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要拿大包包，就换成牛仔裤，窄版的牛仔裤。拿大包包，你就不会觉得下半身看起来很臃肿。这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很多女生。很习惯拿大包包，然后整个人，尤其如果个子不够高的，又穿裙子什么的，你会觉得整个变得好像下半身是一个帐篷，那个比例看起来就不好看。保暖也要兼顾时尚，经过老师给到搭配，既不用担心天气变化，又有达到减龄的效果呢。